大将军，咱兄弟出来乐一乐。哪个营的？放行吧，大将军，都是自家弟兄，何必呢？说，我等是丞相府的亲兵。咱们义军是怎么了？啊？进军才几天，怎么一个个变得这般无耻，如禽兽一般了？大将军，只准你们当官的放火，不许我们当兵的点灯啊！大将军，我看有什么事儿，还是找我们丞相去说吧。啊？我自然会去找丞相说的。来呀，走！来，他们走，赶到大王那儿去。走走走，快点！走走走，快走走。老将军，李岩替义军向您老谢罪了。大将军，这是……老将军放心，我一定会将此事禀报大王，严惩凶犯。告辞。小三子，在。老爷，现在就你一个人年轻胆大，老爷命你备马，速去告诉少将军，让他急速起兵杀回京都，报了这国仇家恨。大王，大事不好了。哎，李岩，我说你狗日的发什么疯啊，你压了这么多弟兄干什么？什么事啊？你舞什么舞啊？大王，这些都是丞相府的亲兵，他们竟敢闯入吴襄府中，把吴襄的小妾丫头全都枪爆了。这反了，反了，妈了个巴子的，全都反了。全将军，王将在，立即封锁吴府，不准走漏一人。是。十三姨啊，怎么是你啊？郭将军，你是不知道。十三姨，你怎么哭了？郭将军，老爷临死之前还让我……什么？老爷？哎呀，郭将军，吴府出大事了。瞧瞧你们这些人，难道你们还有一点义军的样子吗？啊！王师东进，所到之处，百姓十里相迎，十里相送，为什么呀？那是因为我们为百姓打了胜仗，他们才欢迎我们。可是现在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大王，弟兄们一边打胜仗，一边打光棍，都十几年了。住嘴！你打光棍儿？军里头有几十万弟兄，再打光棍，难道义军就不要军纪了吗？大王，他们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去问问他们，他们都是你的亲兵，孤管不了，孤管不了了。你们究竟怎么了？丞相，
我们玩了无相府上的女人，她有十几个姨太太，而且她是亡国之臣。胡张，你们还有理了？大王，杀一儆百，来人呐，给我砍了他！啊，丞相，当将军的玩的，当士兵的咋就不能玩了？闭嘴！大王，这不冤吗？闭嘴！丞相不也玩了大明卫丞相的两个女人吗？大王您不也玩了吴三桂的小夫人陈圆圆吗？押下去，走。回来，我押回来。你说对了，我们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！大王，末将已把吴府封锁了。都听着，吴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我没有玩了陈圆圆啊，陈圆圆也不是吴三桂的小老婆啊，那小的冤枉大王，饶命啊大王，若不杀了你们，不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苍天，对得起普天的百姓吗？啊，大王饶命啊，大王饶命啊，大王走，大王饶命啊，大王当街强暴民女，罪大恶极，闯王下令通通砍杀。闯王宣布，一切骚扰京都百姓的将士，有一个查一个，绝不放过。这可是闯王体恤百姓了啊！你们说闯王圣不圣明？乡亲们，我李自成愧对你们呀！我大顺义军替天行道，为民作战，一路攻城略地，是我沿途百姓拥戴，才打到了北京。京都的父老乡亲夹道欢迎，犹如雨水相逢相依。这是畜生！不是军机横行霸道，做出了禽兽不如的勾当，你们说，我要是不杀了他们，对得起上天吗？对得起天下的父老乡亲吗？各位父老乡亲，我向你们赔罪了。开刀问斩。是，开刀。李自成一生的名誉啊，你怎么出了这么个鬼主意？你给我跪下。大哥，兄弟错了，兄弟是糊涂了。你糊涂？难道整个义军都糊涂了吗？这丞相府的禁兵闯入吴府，把你的十几个姨娘，亏我躲在柴房里才没遭此难，他们和丫头们都被强暴了。原来齐代撞墙而死，九姨代也被他们给逼疯了。什么？老爷哪受得了这等屈辱，就命小三子和我赶来山海关给你报信，要你急速起兵杀进京都，以报国仇家恨啊！大老人家嘱咐完毕，就他怎么了？喝药了。
这药哪是治病的药？即使这样，局势就更加的严峻了。李自成不会不防我们。国仇家恨，不共戴天。大哥，先养好身体吧，咱们慢慢记忆。李自成一下子还到不了关下。光臣，此仇不能不报。你立即密召各营将军议事，今天晚上先把唐通带进关内的10000人马歼灭之，以防后患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那个熊的，2000余人，其余7000多将士愿意投降。好，唐通、左茂泰呢？唐通已经战死了，左茂泰也愿意投降我们。嗯，好，让唐子大旗依旧插在城楼，通往榆关的官道上，每设伏兵以防不测。到时候诱敌出城，一举而歼之。是是。将军夫人，让奴才们帮您收拾吧。这些不用了，我习惯自己来。将军夫人，范王送你这几件各种颜色的衣服，你喜欢哪件自己选吧。就这件吧。许久了，带路。哎，摄政王他说，只请吴将军一人前去。将军，带路，行吧。将军夫人这么漂亮，好招人喜欢啊！哪有你们年轻好看呢？将军夫人，大王在琴房等你呢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我长这么大，还从没见过哪个女人比你笑得更好看呢。是啊，谢谢。吴将军请。吴将军，你们汉人有个典故叫煮酒论英雄，
今天呢，本王要与吴将军一起来参一个烤羊论天下，啊，好不好啊？客随主便。吴将军，请。请。元英参见大王。这人呐，既生出一份情来，都会难以舍弃啊！姑想求你一件事情。圆圆也有一件事情要求大王。那你先说吧。请大王恩准，容我戴在头上，见到我夫君，以祭奠吴老将军，以尽我这个做媳妇的一份孝心。既然他不认你这个媳妇，你还认他为公公吗？行行行，姑准了。谢大王。慢着，姑想在临别的时候，让你为姑单独歌舞一曲，不知将军夫人愿意吗？圆圆愿意之极。吴将军，咱满人一直被你们汉人称为满达子，不过这满达子倒有个好脾气，一向直来直去，不会绕弯子。你吴将军要借兵复仇，好，好得很啊，没说的，借。不枉三桂倾慕将军的威名。不知吴将军这个兵是怎么借的？趁李贼立足未稳之机，关宁铁骑西出山海关，目标直指北京城。摄政王爷率大军屯于蒙古山口，入纳尔图巴巴嘎南下，如此两面夹击，李贼必败。山海关的，就是打死姑也不会放你去山海关的啊！你以为姑真的害怕吴三桂这个鸟吗？大王，是什么，是什么缘故又让您反悔了呢？这个世上，姑认为再没有比姑更伟大啊！姑是千古一帝，没一个皇帝
孤，更傻的，孤已经把最心爱的女人都给舍弃了。圆圆一直很敬重大王，现在圆圆恳请大王放了我吧。无妨，姑这就放你，而且亲自送你出正阳门。圆圆谢过大王了。吴将军啊，你看看这手影，本王好有一笔记，他就是你心目中的李自成。王爷的意思是咱们一起把他给砍了。吴将军，你真是聪明，不过本王想知道，吴将军你会和本王怎么分这头羊啊？摄政王，你说怎么个分法呢？化河而治。化河而治，黄河。对，黄河。那北京城呢？北京城也会成为我大清的京都。不知吴将军这个兵借还是借？一言为定。吴将军真是个痛快人呐。摄政王，你就没有想过，当你大清铁骑进入京畿之时，你就不怕我和李自成连同作战夹击你们吗？难道说吴将军是那种不仁不义不诚不信之人吗？我吴三桂把北京城出让给你，对大明百姓就是不诚不信不仁不义，那我吴三桂何必来借兵呢？吴将军，吴将军是冲冠一怒为红颜，难道这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就不报了吗？报，当然要报，不过要看怎么一个报法。吴将军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很明白，击败李自成扶太子登基，我大明帝国让出关外所有的疆土，望摄政王成全吴三桂领姐。吴将军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好吧，我答应你了。好。啊，将军夫人，你上车吧。大王不必远送了。啊，不，一定要送。不送怎么可以呢？姑说过一定要送你出正阳门的。大王请放心，圆圆一定会把话转达给吴将军的，让他尽快进京面见大王。好啊，陈圆，姑相信你，请吧。大王保重。夫人请。我再一次要离开京都了，突然间想起了前次离京之事，担心着这一次是不是又在途中被拦截回来，可这次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。而这一次我的车还没有启动就被留了下来。启禀大王。说。吴三桂背信弃义杀了唐东将军，进入山海关的一万将士或死或伤或投降了吴三桂，李国将军请求大王立即发兵援陈于关。八了个八字，三桂，给足了你面子，你居然不要，还要与孤比一比，谁是真正的英雄？那就
不得不与他比一比了。刘将军，在听命。是，立即发兵，踏平山海关，活捉吴三桂这个小人。是。圆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能上哪儿去呢？所以就回来了。大王不是要把你送还给吴三桂将军吗？现在吴将军已经自顾不暇了，那你就嫁给大王不就结了？圆圆，姨娘，姨娘，姨娘。不好了，又要打仗了。小官，打什么仗啊？吴三桂不肯投降，要进攻北京了。大王要亲征，活捉吴将军。奴才也是刚听说的。那你看见全将军了吗？都在调兵呢。姨娘，要打仗了，大王会杀我们吗？怎么会呢？你们这么小，大王为什么要杀你们呢？不会的，不要怕啊。姨娘，姨娘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！姨娘，求求你，我怕，我好害怕。全将军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陈大人，大王选你前往乾清宫见驾。好，知道了，将军，我这就去。圆圆参见大王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我说，陈圆圆，你听着，姑要说句心里话，姑真的不想再跟你下这第三局棋了。可是他吴三桂逼着姑与你下，非要本王与你陈圆圆决一胜负不可，那就下吧。没关系，我李自成怕他吴三桂个鸟。大王，其实胜负对我来说都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觉得倒是很有意义，我觉得意义大着呢。大王，您这局棋是跟吴三桂下的，而不是跟我陈圆圆下的，我只多是个赌注而已。不，还是姑在跟你下。姑将把你带到战争的最前线去。姑要让你看看姑的兵马是怎样打败号称天下无敌的关宁铁骑的，姑要让你亲眼看到姑的雄兵是怎样攻入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。姑要你心服口服，姑是举世无双的英雄，伟大的英雄。到那个时候，姑要站在山海关的城楼上，向姑的50万将士颁旨，你陈圆圆就是这大顺国的尊贵的第一皇后了。我这些话你都听到了吧？大王，圆圆听得非常清楚，不过圆圆倒是有疑问，万一这局棋大王您输了呢？嗯，输了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如果这局棋大王输了呢？输了，姑输了，那姑也不会赖账。我会亲自把你交给那个吴三桂。那好，
大王请，咱们就下吧。本王这次从前线赶回来，是急着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各位商量一下。宁远总兵下书给本王，请求借兵给他，助他吴三桂把李自成赶出北京。那我们大清能捞到些什么呢？这就得看诸位成功了。我觉得到时候咱们想怎么捞就怎么捞。王叔是怎么与吴三桂盟约的？啊，还没有。不过这个盟约呢，应该是黄河以北的所有疆土都归我们大清。哎呀，邱卫士，王爷，这黄河以北的疆土，我们想啥时夺得就啥时夺得，何必切磋？啊，对呀，王爷。皇叔应三思而行。娃娃侄啊，你说皇叔能让你吃亏吗？各位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，你们一定在想这仗该怎么个打法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本王让你们怎么打你们就怎么打。不过有一点，本王可以把结果告诉你们，一旦咱们这一仗打赢了，不但黄河以北是咱们大清的，黄河以南也是大清的，整个中原都是咱们大清的。总而言之，整个天下都是我们大清的。可话又说回来了啊，诸位都给我听好了，这仗到底该怎么打？八旗整个的将领们都得听我多尔衮一个人的，谁要心中不服的话，别怪我卸他军权。行了，话就说这么多了。所有八旗的将领们随本王去军机处议事。臣等告退。我恨他。皇上，你要爱他，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好。朕要亲政。母后会让你亲政的。皇上，朕才是皇上。我的将士们，吾将带领你们踏平山海关，我助吴三桂踏平山海关。我渐渐地替吴三桂担心起来，他的十几万关宁兵马怎么挡得住大顺五十万兵马压境？我的心告诉我，吴三桂起兵至少有一半的情由是为了我的，他一定是得到了我被抢入宫中的消息。我甚至庆幸我这辈子没有嫁错了人。无论战争的结局是什么样子，但是有人为了我一个女人家而发动了一次战争，作为女人应该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了。可是当我想到将面临炮火纷飞、刀枪相击、尸横遍野、血流成河的景象时，我的心震颤。我诅咒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祥的女人。将军，嗯，八百里快马禀报，李自成率大军出京了，而且河北一带军队也已向山海关逼近。这么说，这一仗我们在京畿打，他们主动杀上门来了。光臣那里看一看，我们这一仗究竟该在哪儿打呢？这里，一片石，一片石。我军先占领东侧高地，养足精神，可守可攻。待敌一到，趁其疲劳，咱们一举歼之。嗯，那所接清兵呢？他们怎么办？所接清兵不必直奔蒙古山口，先配合我军决战在一片石上。好，
太好了。与闯贼决战的时候到了，大丈夫生顶天立地，死轰轰烈烈，咱们马上去见多尔衮。将军，多尔衮回圣京调兵了。奴才给王爷请安。王爷您来了。太后呢？太后在里边。这速去禀报说本王有急事。太后，太后娘娘，多尔衮王爷从前线回来了。多尔衮回来了。王爷说有要事禀报太后。宣王爷觐见吧。这哎等等，还是让他在外面等我吧。这大玉儿，哎大玉儿，哟，你怎么就进来了？哎呀，你看我给忘了。多尔衮叩见太后千岁千千岁啊。什么事要禀报我啊？哎，当然是朝廷大事，不见不行啊。哎，没让皇上看见，你到我这儿来吧。这看见又怎么了？福临还是个娃娃呢。你着什么急呀？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攻下北京城呢？哎呀，这不是马上要出征去前线了吗？所以呢，特来向你道别。皇上，咱回吧。让他们把宫门打开。打开，把宫门打开。这。告诉你，我要当大清的皇上。我早就知道，你根本就没把我的皇儿，当今大清帝国的主子放在眼里。你说福临是吧？他就是个小毛孩子，根本就当不了这大清的皇上。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你多尔衮像是不是？多尔衮现在就面临着从未遇到过的一场大决战。现在。胜这一仗，才能让爱新觉罗的子子孙孙千秋万代统治着全天下。哼，我早就知道，自从可汗死的那一刻起，你就从来没有忘记要做大清国的主子。当然，因为那皇上的位子本来就是我的。那你就去称帝啊，你何必又来回禀我呢？多尔衮，我这儿不欢迎你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大玉儿，大玉儿，你真是从来没有真正的理解过多尔衮的心意。我有过多少次机遇，我又放弃过多少次机遇。一次把地位给让掉了，现在呢，我又第二次把地位让给了你的儿子福临。大玉儿，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？我多尔衮，我多尔衮这个男人可以为你大玉儿放弃一切。你以为这世上最爱你的男人是谁？是皇太极吗？是你儿子福临吗？多尔衮，多尔衮，别说了，我明白你的心意还不行吗？你真的不是从前那个大玉儿了。好，我为了你可以舍弃天下，但你为了我能舍弃福临，能名正言顺的嫁给我多尔衮吗？
我答应你，绝不反悔。当你攻下北京城的时候，我就嫁给你。好，我现在就调万金兵赶赴前线。我多尔衮说到做到，我一定要让你大狱成为我名正言顺的福晋。等着我的好消息。皇上，咱回吧。我不稀罕做这样的皇上。是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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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福临看见我们了。看见了正好，他早晚得知道。粗粗统计，我军经此一战，已损失兵马约150,000人。哼，大将军，有这么多？我军杀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，不也这么多吗？宗民，你让大将军把话说完。关宁兵马几十万人呢，你杀尽他们了吗？启禀大王，兵器损失也10有7/8。300门从京师运往前线的铁炮，在撤退中全数丢尽了。粮草呢？只够我军7天之用。败了，我们义军彻底败了。大哥，怎么算败了？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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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军与清军没交过手呢，这败仗不算数。对，明日出京再打一仗。还打什么仗？我们还能打仗吗？军队离京之前，有谁能估计到吴三桂可能会与清军勾结，何故我义军呢？大王，这都是我的过错。不，这也是你们说说，你们营中的军心如何？没事，只要我等这些做将军的心不乱，这军心啊，能乱到哪儿去啊？不对，全将军说的不对。大王，如今军心不稳，士气低落，他们对清军未战先怕，不少将士思乡心切，要回山陕及三边老家去。他奶奶个熊！说这话的全都是在北京抢够了金银想回家过小日子的。这些将士一到战场不思冲锋陷阵，只盼着下令撤退。大将军说的对，
咱们义军输就输在军心上了。你说说，下一步棋该怎么走？大王，再打一仗，再打一仗，再打一仗！大王，打一仗啊！军师，你的意思呢？我军虽败，但关宁兵马也损失惨重。多尔衮与吴三桂不可能没有争斗，臣以为应固守北京。丞相的意思是固守北京吧？对，固守北京，固守北京，固守北国。卿忠心可嘉，但孤觉得天意难违。的时候，一箭未射中天子，不就是与天无缘了？大王，就这么走了？大哥，太窝囊了吧！不必再说了，大家都不要说了。我义军死伤了这么多兄弟，让孤如何面对家乡的父老啊！丞相和军师已定撤军方案，记住，不准伤一兵一卒，一定要安全撤离，和咱们的西京。魂呐！快点收拾东西，大军要撤离京都了，快走！为什么要撤离京都？吴三桂与多尔衮要打进北京了。你不是说谁都不怕吗？他干嘛怕吴三桂？还有，谁是多尔衮呢？哎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不走，大王要砍你头。大王为什么要砍我的头？你别哭，你别哭啊！坐下说，坐下说啊。我呀，都安排好了。让我的亲兵送你去我老家。你老家在哪儿啊？黄河边上，有山有水，那地方可好了。我不去，我不想离开北京。你想吃黄河鲤鱼吗？啊，黄河鲤鱼啊，味道又鲜又美，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上。你不打仗了吗？不打了，不打仗了。我呀，就在家种地、挑水，还给你打鱼。那还有呢？还有，你给我生好多的娃，娃娃们围着咱们，喊我爹，喊你娘，等咱们老了，喊我爷爷，喊你奶奶。可是，我都没有给崇祯生过孩子呢。哎呀，那不是给我刘宗敏留着呢吗？啊？那什么时候走啊？现在就走，要是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哎，这一次啊，陈圆圆和两个皇子是难逃一死了。大王还要杀他们吗？吴三桂为了陈圆圆起兵反水，不死不足以安三军将士之心，他是死定了。那赶快收拾东西，我们赶紧跑吧。快去吧。啊！安娥，这陈圆圆就关在这儿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去看看。哎呀，不准去，大王有令，谁都不许去。不，我想见他，他以前救过我。好好，我去说说。站住！站住！是全将军呀。啊，我奉大王之命，让我婆姨见一面陈圆圆。那拿大王的手谕来。什么手谕不手谕？你啥时候见过大王有手谕了？我全将军的话都不当回事了，都当屁了啊！让开，走。
圆圆，我要走了，所以最后来见一面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来看我。圆圆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救你。将军夫人千万别这么说，圆圆是个红颜祸水。圆圆，我以前让你受了不少委屈，可是你一点都不记仇，过去的就过去了。圆圆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跟了闯王吧，只求留一条命啊。不，我只想留下一个清白。好了，你快走吧，将军等急了。那圆圆，你要保重啊。将军夫人，你也珍重，快走吧，去吧啊。圆圆，去吧。走吧。今天请大将军行刑，绞死两个皇子，砍下陈圆圆的头颅。此事要回禀大王吗？大王已经交给我了，把陈圆圆的头颅装在一个盒子里，明日悬在正阳门。吴三桂为红颜起兵，哼，那就让吴三桂最后落空吧。嗯，这样也可解我三军将士之恨了。去白云庵把长平公主带回京都。是。算了，此事让萧玉麟去办吧。是。也是啊，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姑就像个土地菩萨也够了。啊，皇上，怎么样？皇上，好。哎，都准备好了，只等皇上驾临。起驾吧，皇上。到哪儿去啊？皇上与高皇后、陈夫人，从城门外用仪仗接入皇极殿，众大臣将军。一路跟随，护送皇上进皇极殿，然后……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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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说那么多了。姑今日当一头，瞎驴子，听你们吆喝着，说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起驾。皇上，啊，你还是喊我大王好了。我陈圆圆想见大王最后一面，感谢大王不杀之恩。不，不用谢过，这是你命不当绝啊。也感谢大王给了我自由。你并没有自由，因为你马上要回到吴三桂、吴将军的身边去。是的。我陈圆圆已经答应李将军的请求。你告诉吴将军，延缓西征是让吴将军保存他关宁铁骑的实力。我军已布下埋伏，如果吴将军执意西征的话，这最后一局棋他算输定了。谢谢大王的提醒。在分手之际，我想听你说说，在你的眼里，姑是不是一个可怜、可笑、一个没用的粗人呢？不，大王是一个真君子。姑不想做一个真君子，姑想现在就把你带回西京去。可是，姑决定还是不带你走了。那是为什么？姑想告诉你，吴将军他比姑更爱你，他为了你，他不惜一切，他能用
关宁是挽兵马的性命做代价来爱你，他不惜损害一生的名誉来爱你。什么什么名誉？引狼入室。故做的第二个忠贞，故爱江山胜于爱美人。可是现在倒好，故连这江山都丢了呀。其实我陈圆圆很敬重，很敬重大王您的。故已经满足了，吾逛了一趟京都，有个大美人崇敬故，吾没有白来这世上，没有白活呀。李自成，皇上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骑兵就快兵临城下了，快走吧。啊，知道了。大王珍重。率领关宁铁骑杀回京城了，是吗？
这下咱们大明江山又有盼头了。真的？小顺子全打听清楚了，李自成的军队过了卢沟桥，往西南方向败退了。父皇，父皇，您都听到了吗？大明的江山又重新回到咱们手上了。公主啊，咱别在这儿傻待着，宫里的人都到宫门外去迎接进城的明军了，咱也赶紧去吧。好。摄政王，这可是皇上的御座啊。是吗？